这个女朋友就差不多的哦。你家看哪，这么几点啊，连这影都无看的。我怎么开始怀疑哦，你是无经验的，是不是叫一个凊彩查某怪？这是凊彩的查某，你一个做人时段，竟然对一个查某囡仔这样歹性情，大声了不起哦！你会当做我的媳妇，乖乖。天公伯啊，你对我真好啦，让我找到你。阿妈伊死去去，大我认这事哦，伊失踪足侪年的查某孙，我唔甘伊唔再留来陪。你不准伤害阿妈，听到无？你这个女朋友就差不多的哦。你家看哪，这么几点啊，连这影都无看的。我怎么开始怀疑哦，你是无经验的，是不是叫一个凊彩查某怪？这是凊彩的查某。你一个做人时段，竟然对一个查某囡仔这样歹性情，大声了不起哦！你会当做我的媳妇，乖乖。你这个人的心肝哪会这样子？竟然连一个阿妈拢唔肯帮伊煞。你是真正袂记你是人，这公司这么好笑。无林，你来拿个查某孙命条。啊，你女朋友介意刺激，咱就要让伊知影，以后踮伫咱翁家过日子哦。比一下斗串更加刺激。有一下来抓人的迄个细汉的，我哪会感觉伊改变啥？哎呀啦，伊就是讲我相亲的时阵，有人派来要来追杀我的人啊。咱中计啊，即声计煞变真诶，来看伊背离是毋是够重啊？你在找啥？当然是阿妈买互你的物件，我就去放伫这房间啊。就是这啦，你家放的，只有你知影啦。蔡医生，你实在有够可恶，竟然假设我失踪的查某囝。好啦，阿妈。阿妈讲，你失踪的查某囝嘛有一个共款的态度。哎，到底是不是妹妹啊？你来同我呢啊？确实是一模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